前几天呢，姐姐买了一盒米糕啊，特别好吃，是在小区的宝妈群里面买的啊，大家都推荐，所以就跟着买了一盒。那么我跟踪观察了几天呢，发现这个确实是一个可以落地的项目啊。这个宝妈群的群主呢，我们称他为小 Q 啊，住在我们隔壁的小区。他赚钱的方法呢很简单，他就每天在群里卖自己做的米糕啊、鹌鹑蛋还有几样小吃啊，总共是做了三个宝妈群，宝妈群里面呢有1000多个宝妈，平均每天的话是可以卖50多单啊，那么每单的利润是在6到7元啊，每个月妥妥的，他是月入过万的啊。项目的模式呢非常简单啊，它就是混群，然后引流加卖货。那么它选择的是大家都需要的小吃类产品哦，毕竟民以食为天嘛，对不对？做出了自己的特色呢，也符合大家的口味和需求。他呢就前期进了几个宝妈群啊，然后每天在群里呢跟大家聊天，然后偶尔会晒一下自己做的美食啊，然后就接下来就是不断加群奉群啊，然后给群主发一下红包啊，送一下小吃啊，然后时机到了呢，他就在群里发个小广告，用小号呢跟大号进行互动啊，然后引导别人添加微信啊，然后再下单。朋友圈呢他就晒一下自己的日常生活，然后做小吃的视频，然后宝妈的好评啊，那些反馈图啊，然后每天呢他除了做小吃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做流量啊，推广自己。就通过每天简单重复的操作呢，2个月的时间呢，他做到了每天将近300家的利润啊。那么小 Q 呢，他目前做的都是我们附近几个小区的宝妈，单纯依靠这种模式的话，他后期会比较乏力的。那么我这边说一下升级的玩法啊，第一个呢就是利用好现有的精准流量啊，增加变现的渠道啊。那么这种区域性质的宝妈粉呢，价值是非常大的啊，不需要解决信任的问题啊，只要产品好，价格合适的话，它复购率是非常高的啊。既然都是精准的宝妈，对吧？可以针对宝妈和孩子增加产品的种类啊，可以对接婴幼儿产品，然后先自买，然后再推荐赚佣金。另外还可以对接女装、化妆品代购、色情团购赚差价啊。第二种呢，放大规模卖模式。就是说把成功的经验啊复制到其他的区域，扩大规模招代理啊，提高订单量啊，就是说打造宝妈副业领域的 KOL 啊，全网铺文章还有视频，布局一些啊关键词啊，比如说宝妈赚钱啊，宝妈副业啊，对不对啊，引流卖模式啊，教更多宝妈来赚钱。客单价的话可以设置成298，一天出个3单，那一个月不是就是3万了吧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，可以去抖音啊、快手啊、小红书啊搜索一下宝妈副业，模仿一下同行。那么小 Q 呢最牛逼的地方呢，并不是他的手艺哦，而是他的思维和心态哦。那么这边我暂停一下啊，总结一下他的心态啊。小 Q 的5大心态啊，第一点，知道利益互放，进群不急于引流，先奉群，给群主发红包，送小吃，搞好关系。知道基本的社交礼仪啊，知道给别人创造价值，带去收益啊。第二个呢，敢于分钱，群主帮忙说一句话，群里出单，利润5-5开，相当于群主给他背书推广打工。第三点，利用第三方评价提升信任，小号配合大号演双簧。第四点，做好产品，营造好口碑，提高复购率和转介绍，群里发好评反馈，发红包感谢，
同时降低新人下单抗性啊。第五点，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，即使前期每天碰壁，他也是可以坚持的。最后呢，总结一下啊，所以说项目呢大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持续提升我们的赚钱能力、影响力，积累一批忠实的粉丝。少看多做，打好基础，由简至繁，由易到难。前期不要过于追求完美，先打通整个流程，再慢慢优化每一个环节，放大每一步的效果，就像考试，先把基础题做好，再做难题，就能拿到 90% 的分数，超过 90% 的人。先做一个小项目，先赚10000，再把引流的效果提升10倍，转化率提升10倍，那么就是自己想。那么本期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期见。